妞也是两色买，我从来没有买过这么可爱的小可爱，叫格纹小可爱。它居然是长这样子，而且呢，它这个扣子是假的，所以大家不用担心。里面呢，靠近胸部的地方一样是亲肤的，弹性都非常的好，好，然后包覆性都很够。你要去做强烈的运动，或是重训，或者是会肢体动来动去的，都不会走光。上背的部分是做一个包覆性比较够的，把副乳跟后背的肉都包起来。前面呢，要让你觉得有一点点小性感啦、啊，所以呢，它有稍微挖下来一点点，然后做了一个滚边，然后这扣子是假的，非常漂亮的颜色，有没有看到？一样是一体成型的。所以你穿起来一样是非常的方便。好，一样哦，旁边有个小洞，好，旁边有个小洞，然后你可以把它抽出来，你要加不加都可以。好，那这一款呢、啊，它的厚薄度大概落在 1.5 公分。好，第二个颜色就是妞儿很喜欢的桃粉色，因为真的没买过啊，也没穿过这么可爱的桃粉色。好，它就是长这样。好，弹性非常非常的好，包覆性很够，下摆也不会挤肉，它可以穿到 A B C D E F G， 这是我们社团粉丝分享 G 罩杯。好，因为它的这个 range 其实非常非常的大，好，只是妞儿担心曝光也不敢拉太大，不然它其实弹性包覆性真的都是非常棒的。